回家了。天南地北聊了许久之后，我们决定去海边玩水。于是这两个酒瓶就留在木椅上。这个景象好像在说着某个关于青春或是关于遗憾的故事。总之，这个画面很美，于是我就把它照下来，成为永恒的瞬间。再打给你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？没有，因为我在录音啊。